这两天，一位武术家表演的空中踢剑特技动作引起了热议。只见他扔出宝剑，在空中旋转上升，下落时他一个回旋踢，宝剑便应声又飞了起来，最后稳稳落在武术家手中。有网友对这个特技的原理表示不解，认为是借助了特效。 也有网友认为，力量和敏捷度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实现。对此，我们就以纯粹的物理法则来讨论一个抽象的空中翻滚物体，在受到外力作用时，运动状态会如何改变？正好有一位八岁的小粉丝在过生日，小伙伴们正围着一个画着萌萌战队 logo 的蛋糕准备开吃，幸好我及时赶到，强行索要了整个蛋糕，把它塞进大炮里。根据质心运动定理。 被抛向空中的任何物体，无论它沿着怎样的轴线翻滚，上面的所有质点都在绕着质心旋转。因此，观察质心的轨迹会发现，它只受到重力和空气阻力，正在空中做有空气阻尼的抛体运动。但这个说法确实有些抽象，以至于我自己都理解不了。但幸好本人是一名自幼习武的练家子，今日为验证质心定理，特意将大号宝剑带上城池武江起来。城墙上的游客哪见过如此武功？ 一个个惊得蹲在地上动弹不得。只见本尊一个白鹤亮翅，便将宝剑抛向空中，瞬间逼人的寒气围绕着至心旋转，而至心则在众人的膜拜下不断抛高。宝剑到达顶点后，放出一道冷光，又加速下坠，最后剑柄稳稳落回到手中。蹲在地上的众人这才缓过神来，瞬间掌声雷动，顶礼膜拜。但其中一名游客突然叩头发问：“敢问蒙蒙大人？” 长剑在空中旋转坠落之时，如适时发力一击，可否让其止跌反弹，再次飞升哉？本人听罢，羽然长笑道：“耳背不能究物理，且看老夫耍剑，尔等自有答案。”话音未落，宝剑寒光又起，在我手中旋转起来。刹那间，再次奋力跃入空中。待宝剑旋转上升之时，本人在电光火石间突然一招天外飞仙，其实一跃骤然离地升空。离地时，老衲同时绕着自己的至心旋转。 与刚刚到达顶点的宝剑齐平，呈倒立姿态，只带来个猴子捞月，用脚尖给剑身适时一击，即可令其空中接力弹跳飞升。可是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如果脚踢宝剑的作用力穿过质心，则外力并不会改变其旋转状态，但会让质心同时受到重力及脚踢的作用力，加速度指向合力方向，这就会改变质心的运动路径。因此，作用力指向侧面，只能让合力指向斜下方，使质心斜向坠落。 想向上反弹，就必须让大于重力的作用力向上穿过质心，所以只能用脚尖向上踢宝剑质心出来实现反弹。但如果作用力偏离质心，无论指向任何方向，该作用力都等效于同时在质心施加一对大小相等、方向平行的反力，而这三个作用力同时施加的情况又等效于质心处的作用力再加上另外一对反力对质心的力矩。因此，把作用力平移到质心，就等效于质心受到力和力矩。 所以想让宝剑向上运动，还是只能给宝剑施加向上的作用力，将其平移到至心后，只要大于重力即可实现止跌回弹。同时力矩的叠加也会让宝剑自转速度增加或减小。可见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必须施加向上的且大于重力的作用力，才能让宝剑重新上升。因此我只需要使出平生绝学，压低脚尖，在宝剑下方等待，并适时向上一挑，即可让至心连续抛起，从而完成大业。 当然，视频里的武术家在踢剑时也是这么想的：只要确保踢到宝剑时，正好向其施加向上的作用力，就能完成空中反弹的动作。但这个镜头恰好是逆光，掩盖了脚尖接触点的细节，因此我们无法再做进一步评判。但回到城墙上，眼看宝剑已下落一段距离，而我这个姿势又只能借助重力向下踢。 无法向上挑起宝剑，于是，在奋力一试中，身体和宝剑同时落地。好巧不巧，我发现面前正好有个地缝，就钻了进去。之后便隐匿于江湖，只留下宝剑那逼人的寒气，供后人敬仰。